谢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还是有英文谈话，每次大家看到我说哎，别人在谈话，今天是也很快哦。我们今天一起要分享一个主题是耶和华的荣光。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历代志下》历代志下。今天我们有三章的经文。或许在小组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讨论。那我们要先读第五章。有翻到的话，我们听我来读啊。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是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注意是抬起约柜。既是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人会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督伯的翅膀底下。基督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缸。这缸甚长，缸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时，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歌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们先再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求你的荣光就来充满这个殿。我们渴慕见到你荣耀的同在，愿你今天向我们来显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房子。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一个是你最兴奋的？是你找到那个最你的那个房子你要买的时候呢，还是买完以后你装修完工的时候，还是你真正搬进去的时候，哪一个你最兴奋？搬进去的时候，对吗？你不管装修的多好，多好的房子，你若没办法住进去，那你还是不能享受到那个房子给你的好处。可是在中国有很多漂亮的房子却没有人住，有没有耳朵是来的？我们这里都是内地了，耳朵是在内蒙古哈。他说：“这是一个杂志的标题，欢迎来到中国鄂尔多斯，世界上最大的什么 ？Ghost City 鬼城。为什么呢？没有人住。为什么没有人住？你知道鄂尔多斯其实是非常富有的城市啊，号称有四大产羊、煤、土气。什么是羊？羊毛、煤、煤矿、土。”稀土啊，是有气呢，天然气，所以他们其实是很非常富裕的，
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盖了很多 的房子，这个整个新的社区呢，可以号称可以容纳100万人口的，结果盖好以后呢，不到10%的人搬进去啊。所以后来又因为经济的危机呢，很多在盖的就盖了一半就盖不下去了，所以你可以在鄂尔多斯你看到很多空屋子，所以变成世界最大的鬼城，连《时代周刊》都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我也去过那里。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短宣队就到了那里，因为那个是樊平的儿子哦，这个是他们的所新建立的那个整个市中心的广场，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那个是成吉思汗跟他的一些英雄的雕像，你看整个广场空空荡荡的，没有多少人，所以变成这个空城啊。台湾那个很多，这里我们叫 Ghost City， 在台湾有很多盖了很多这种很凶很大的那种体育场的博物馆，盖完以后呢就没有人，就空荒，就荒废了，没有人去，结果他们叫什么？蚊子馆，这只能养蚊子哦。所以你看到，如果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如果没有人住在那里的时候，就变成了鬼城了，变成蚊子馆。那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不要让圣殿成为空馆啊坑。同样的，当神的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神在那里面呢？如果说是神的殿，那就谁要住在那里啊？神住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件经文来看到，是所罗门王建造完圣殿以后，他的一个献殿的一个典礼。这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殿。都知道，开始的时候神是要摩西建造一个会幕，后来在大卫的时候，他定义要建造神的殿，可是大卫神不允许他造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征战的，他流了很多的血，所以神说你不行，要你的儿子来为我建造圣殿。所以大卫他并没有因此就打退堂鼓，他反而预备了很多建造圣殿所需要的，而且他也攻占了耶路撒冷，买下了那块地来为了建造圣殿。所以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用了15万的劳工，终于建造完圣殿。可是他知道建造完这个壳子以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需要在里面，如果这个圣殿没有神的同在呢，那只是个空壳子。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要来寻求，特别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在建造圣殿的过程，是的，我们很快希望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圣殿，可是更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神能够喜悦这个居所，能够喜欢在这里来居住，成为他圣殿的所在，而且这个圣殿的所在的时候是有一个显明的同在的。在这有两处的经文特别提到，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充满？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这是在开始的时候。在第二处又提到，在第7章，所罗门王祈祷已毕，就有这次是什么？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处的经文也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荣光，那到底这是什么呢？希伯来人特别把这样的荣光叫做 Shekinah Glory。 Shekinah 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特别是要居住的意思，
当神的居所在那里的时候，就是 Shekinah Glory， 神愿意在那里停留，成为他的居所。这是我们今天求神也让愿意在我们这里 Shekinah Glory 能够来彰显出来。是的，神是无所不在啊，可是神要寻找一个地方，那里是他的百姓欢迎他的，他的百姓渴慕他，他就愿意在那里彰显他的同在。神是很希望跟我们面对面，跟我们有交流的。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想看到 glory 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家要记得在什么时候圣经有提到这样的 glory， 出埃及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提到，你看白天有什么柱，云柱，晚上有什么火柱，就刚刚提到，你看有云彩有火，这都是显明的神的荣光的存在。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整个西乃山充满了云跟火。当会幕建造完的时候，同样的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祭司就不能进去。如果说常常耶和华荣光充满身，我牧师都不用做事情了，因为进不去了，神自己就来 take control。 那这个神看不见神的明显的彰显，就是 Shekinah Glory。 如何能够显明出来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渴慕，神的荣光能够在这里显明。你可以想象吗？如果现在这个有外面人从这 Northern World 开过的时候，哎，忽然看到一间 hotel 上面怎么特别有一个云彩在那里呢？如果晚上开过去的时候，特别有这么一个火在那里呢？这显明的神荣耀的同在。求神帮助我们的神的殿是神愿意来与我们同在的。其实这神的荣耀是常常遍满整个圣经的。诗篇特别提到说，诸天诉说什么？神的荣耀。你可以想象，当开始神创造这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充满了神的荣耀。你举头看天，每一个神所造的，因为都是神的荣耀。可是当罗马书提到说，当世人犯了罪以后，这是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犯了罪，不是说犯了罪好，做了坏事，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 sin 啊，就用英语来讲的，很少英文很少人在讲这个 sin， 因为罪呢跟 crimes 不一样，中文都是讲到罪，我们犯罪，可是从英文来讲，是 crime 是犯了刑法上的罪，通常 crime 这些呢是对了别人，你今天杀人，你今天抢劫是 crime， 变成 criminal， 这个是对人的。可是只有这个罪啊，当你用英文讲这个 sin 的时候呢，你不是对人的，你 sin 什么 against God。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很少人讲到罪这个 sin， 因为你讲到 sin 的时候，一定是 against God， 一定是亏缺了什么让你才叫罪啊。如果没有亏缺神的呢，在这个世上就只有这 crime 犯了这些刑法的罪。你可以想象这个神的荣耀就好像原来这个大气层充满了这个我们的大气层，现在就这个不是说这个地球软化吗，这个臭氧层吗，又破了怎么样。其实你看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亏缺神就好像是嘣，这里破了一个洞，那里又有一个犯罪嘣，那边又破了。所以事实上这些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这个整个空气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当那些牧羊人在野地里的时候，圣经提到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边，什么？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其实主的荣光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就离开了圣殿，在以西结书提到神的荣光离开了圣殿，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可是神
选择再重新回到这个世上，是的，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提到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神，耶稣基督就显明了神的荣耀。在启示录又特别提到说，在那个城里面就不用日月光照了，而是有神的荣耀光照耀。所以整本圣经都提到神的荣耀。我们是不是有思想到神的荣耀呢？还是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要从上面来提到，怎么样从这个经文来提到，怎么样来经历神荣耀的同在。第一个，我们要寻求神。刚刚经文提到，所罗门王要建造好圣殿以后，要把约柜运进的圣殿，因为约柜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耶路撒冷，因为世人犯了罪，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不寻求神，所以在历代志上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把神的殿，这是大卫说的，我们要把神的殿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什么求问神。我们要先来求问神， Seek the Lord， 因为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寻求什么呢？我们今年办的第一次办的这个 Summer Camp， 有一个小男生叫 Christopher， 是我们这个周玉姊妹的小孙子，非常的可爱。他后来礼拜天就每个礼拜天到我们教会来。可是他在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跟一个小女生呢，这 Christopher 大概只有五岁而已哈，跟一个小女生大概三年级的，成为好朋友了。哇，每次这个夏令营的时候，每一碰一定两个坐在一起，哇，出去玩的时候手牵手出去。所以呢，礼拜天他现在来了，他每次一进到教会呢，就说 Where is Sarah？ 每次一进来 ，Sarah 在哪里？因为他来教会，他就是要找 Sarah。我不晓得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是找谁。哦，这个史弟兄间。你看到哦，宋弟兄，哎，特别是小组长都要注意，对不对？当牧师当然也要注意啊，哎，谁没有来？那这是好事啊 ，OK？ 或是你还是单身的时候，你注意上哦，今天的姐妹怎么没看到呢？哎，这都是好事啊！我特别跟年轻人单身的时候哈，你来教会啊，你说你来教会是要找配偶的，这是很对的理由啊 ，OK？ 你不然你去哪里找呢？对。你如果不在教会，你找到你的你属灵的配偶，你到哪里找？你到夜店去找吗？对。所以年轻人来教会，你是要找配偶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到一个在长岛横里面的教会，通通是已经结婚的了。哎呀，我说这在这里没盼望了。所以我本来就打定主意说，这个暑假我要到 Flushing 的教会去，那里比较有年轻的啊。结果那个暑假还没过完，嘿，神就把我的妻子从 Flushing 带到长岛去了啊！我就说，那我不用走了。所以是的，你来到教会，你要关心弟兄姐妹。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来到神殿的时候，你有没有寻求神？我们来到神殿叫 Seek the Lord。耶利米书提到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怎么样？就必寻见了。特别很多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今天来到这里，你要来寻求神。怎么寻求呢？你要把你心里的那个频道转到神的频道。其实你看，现在你如果很多这里在这个空中有很多频道 AM FM 短波长波，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听不到呢？我们现在是为什么听不到？因为你没有打开你的收音机，对不对？那你打开收音机，你还要转到那个频道啊！你要听那个广东话的，你要有广东话的那个是第几台啊？1380。啊，中文台是1380，对不对？我太太常她把一开我的车以后，她就转到那个广东话的频道去。每次一开，怎么会有讲广东话的呢？所以你要寻求神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新的频道转向神的频道，你就会听到。而且是要寻求神，是要用神的方式，不是用人的方式。
你记得大卫第一次要把约柜运到圣殿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还记不记得？他是用牛车啊！哇，你说这很不错啊，让神的约柜坐车嘞，哎，而且是新的哦。结果呢，他有点要倒的时候，乌撒就去摸，砰，马上被击倒在地上。好，我们读这段圣经，觉得说，哎呦呀，这怎么神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个人去服他，反而被神击打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明明就说约柜是要用扛的，而且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扛，不是早上一两那些年轻力壮就可以来扛的，而是要立位人才可以来扛。这明明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法则，我们就怪罪了神，反而寻求不到神。为什么刚刚约柜提到说约柜里面有什么？约柜里面就是石板，石板是十诫，就是神的律法。所以当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你要晓得神的律法，神的法则是怎么样。神说约柜是要扛的，你就乖乖的扛着，你不要自作聪明说神啊，我给你个那个奔驰的车子好不好，我给你什么好的车子来运。你要按照神的法则。所以刚刚特别有在读这文，有没有注意到所罗门王他是差派利未人，他这次就做对了，是利未人扛着约柜进去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见到神荣光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寻求神，而且是用神的方式。因为第二个是要透过敬拜和赞美。就在耶和华的荣光第一次充满这个殿的时候，你看看前面的经文特别提到，都是在做敬拜赞美，吹号的、歌唱的，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打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名充满。所以为什么敬拜赞美是这么重要？我们不是在前面只是唱唱而已，而且也不是只有敬拜团，每一个人，你看这里所有的人，各样的乐器同声和一起发声。所以每次早晨的赞美敬拜是非常重要的。跟你旁边说，你也有份，你也有份，不是只有在台上那些在敬拜的。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在敬拜的时候，哎，怎么这一群都是安静的？这就失去了神要我们全心一起敬拜。很多基督徒说，哎呀，礼拜天累了，反正啊，我有读经，我有祷告啊，有时候休息一下吧。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心意。是的，我们在个人读经祷告的时候可以遇见神，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啊。你看，刚提到所罗门王，他是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历代志特别提到很多 all Israel， 常常提到所有的神需要所有他的子民全部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来歌颂他、赞美他的时候，神就来显明他的心意，神就显明他的荣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经历不到这样的荣光呢？因为教会太软弱，因为基督徒不上教堂。美国人号称有很多基督徒，可是去上教堂的比例非常的低啊，难怪神的荣光不能彰显出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就带来他的荣光彰显。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很喜欢音乐，在座谁喜欢音乐的？我想很多都喜欢音乐吧，你看，你就看看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卡拉 OK 的店。对，没事大家都看，你说哦，我不去，家里都有。对，我们都很喜欢唱歌的，这个是跟着神来的，因为神是喜欢音乐。你记得保罗跟希拉吗？他们被传福音被鞭打，就被到监牢里面去。他们在半夜在监牢的时候，没有两个人在那边唉声叹气。你看吧，哎呀，我们服侍神真可悲啊。
背到这个程度，被打，背上了烤脚镣狗镣啊，两个人有没有在那边唉声叹气啊？没有，没有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那敬拜赞美神啊。结果是怎么样？忽然地就大震动。上次刘传木上不是说吗？这个上帝好像侧耳在听，哎，为什么半夜的时候有人在那敬拜赞美呢？神的听越听越高兴，就开始脚就打起拍子了，然后砰砰脚踏拍子，地就大震动了。所以敬拜赞美的时候，就带来神荣耀的同在。我上一集提到，我从来没有去过这种大型的音乐会啊。去年那个五月，台湾那个五月天呐、啊。大家知道五月天吧？知道 ，Mayday 啊，啊，年轻人都知道，我以前都不知道。只有台湾这个五月天，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乐团啊，他们叫到 Madison Square 来表演，到纽约这个麦德森广场。我女儿是他的粉丝啊，她有多一张票，她说爸爸你要不要去？哦，免费的，那花很多钱，她说好吧，我去吧。哇，还没到。人山人海啊，我看我是最年轻的那个，统统是年轻人。那我以前看那个音乐会的那个影片的时候，都看到他们拿个荧光棒，对不对？那边挥舞啊。我以前以为说啊，这个也是主办单位发给这些人的，哦，这样还能制造气氛嘛，对不对？结果不是哎，就我们进去以后，就个摊位就是卖荧光棒啊。我们多少钱啊？多少钱？25块啊！哇，你就花了很多钱去买那个入场券，你还结果我跟我女儿同学到北京来了，马上25块买一个，然后整场在那边挥舞啊，哦，每一首歌都会唱，我说这我怎么都听不懂哎。然后我旁边那个有一个是已经带着孩子去了，我说你声音多大，还抱着 baby 坐旁边哎，我说这些父母实在是为了自己的牺牲孩子啊。然后呢，他那拿着棒子呢，因为坐旁边，他是这样摇的时候，我每整个晚我就看那个棒子在我前面挥来挥去。但是我见识到了，我见识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敬拜赞美的那种热忱。反过来，我们怎么敬拜我们的神呢？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怎么敬拜呢？盼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正是让我们的全人全能摆上。你 need to get involved， 至少张开口吧。特别举起手的时候，我以前真的很不敢举手，这很奇怪啊。我举到一半，我赶快摸摸头一下。可是忽然间，哎，你一举起手起来的时候，真的你的心就向神敞开了，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向神来敞开，我们向神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神啊，你今天你的荣光你在这里彰显出来，让我们得见神。我们今天不是要听潘牧师、夏牧师和郑牧师讲到，而是要来遇见神。因为神在寻找这样敬拜的人，神在寻找敬拜的人。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来拜他。谁知道若我们今天不拜他，我们就拜别人。每个人都在拜，你若今天不拜神，那你就拜别假神。或许这是你的学位，或是你的财富，或是你的工作，甚至你的家人。但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向我们显明，他在寻找这样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寻求神；第二个，我们透过敬拜赞美；再来是祷告代求。第六章整章是所罗门王的祷告，所以在第七章第一节一直提到所罗门王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圣经提到耶和华的殿是什么？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神的心意 是要他的百姓来祷告。你如果仔细看第六章整章，我盼望在小组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他的祷告的内容，他的祷告的对象。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祷告，哦，上帝，我家的小虎要生啊，你要保守他啊，妈，哦，我明天我们家要考试啊，哦，哎，这个都是好事啊，不是说这个不要，哦，什么事情都要带到神面前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通常祷告只是说，哎，谢饭的祷告，对不对？啊，我们又有饭吃了，谢谢。哦，睡觉的祷告啊，感谢主，又是一天啊，我们就可以睡觉。都是这些一般简单的祷告。可是在第六章所提到的是一种代求的祷告，所罗门是为了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来代求，而且不单单只为以色列的百姓代求，他也为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在第六章三十二节提到说，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所以神要是这样的一个代求的祷告，为了别人的需要。感谢主，我看到前面我们聚会前有时代祷的勇士在那里，这是神国的精兵啊，就像那个 Navy SEAL 啊，你看杀死宾拉登的不是一般的这些阿兵哥就可以去了，是要什么海豹部队。什么是海豹部队？这是最精选的特种部队。所以神在呼召这样的海豹部队能够起来代求，神在寻找这样的代祷者，在以西结知道派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国站在这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我，却找不着一个。在以西结那个时代神找不到，盼望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教会找不到很多人。那你说怎么样成为一个代祷者呢？你首先要来体贴神的心意。大卫被提到说是体贴神心意的，你要 act God's heart， 你要想到说神是在想什么，你知道你所爱的配偶他所在想什么，喜欢什么吗？我在英文行用这个，他们都常常一讲，我都知道。每次我说，如果你知道你的妈妈不喜欢吃辣的东西的时候，你她生日 party 的时候，你就不要煮辣的东西给她吃，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第一个你要成为一个代祷者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喜欢什么，神要的是什么，你就能够调整我们祷告的心到神的方向。第二个，你要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神的律法是什么，你要看到神的要求是什么。第三个，你要通达实务，你要看到这个世代跟神的要求差了多少，你就可以在站在这样的破口上来代求。你如果看到神的法则跟现在的世代，你就知道这个破口是越来越大，知道吗？现在连要上个厕所在学校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你若注意新闻的话，就在最近美国在芝加哥郊区有一个高中，有一个男生，他没有经过什么手术，他的身体就是男的，但是他自称是女的，已经好几年，所以大家都称他是女的，所以学校允许他去参加女生的球队，可以用女生的厕所，但是就在女生的更衣间给她一个 private curtain， 她的一个帘幕，因为更衣间是打通的，大家都一起在里面可以更衣的。已经给她这么多的这样的方便的时候，她还不满足，所以就告上了。结果
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部判处这个学校要把这个 private curtain 给拿走，这是对他的一种歧视。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所面对的挑战。就在10月31号，台湾每年的同志大游行，那台湾是一年比一年参加的人多，今年号称有7万人。他们的，你知道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吗？年龄不设限，解放暗卫，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如果你以为知道同性只是他们要能够同性结婚，你想的太天真了。没错，我们要爱这个，这些都是罪人，我们同样也是罪人。可是大家知道，这个世代的神，他怎么样来要影响我们下一代？他把台湾这个刑法对年轻这个还没未满的成年人，他说，你如果跟他们发生性关系，现在是要有刑法的。他们要把这样的诉求给拿走，你可以跟任何年龄的可以发生关系。如果当我们不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如何为这个世代来代求呢？你如何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在这里好的生活，没错，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要看到你要成为一个代祷者，你要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更要看到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我们好站在这样的破口来祷告。因为我是服侍年轻人的，我特别借这个机会，我要来呼召，我要来邀请我们的父母们，我们的祖父母们，要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不要再把我们的下一代献给魔鬼。神呼召我们为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破口来祷告，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代祷者吗？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你知道在帕阿托，在硅谷附近有个地方叫帕阿托，这个非常富有的区，在里面都是这些在硅谷上班，就是当高级这些官员，这些公司主管的。结果在今年，就单单的今年，在帕阿托的高中有8个年轻人自杀了，因为他们没办法面对他们设学校父母给他们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你这么99分已经不够好了，所以很多年轻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神，但是这个年轻人的世代却是最远离神的，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所有在学校所接触的都是反对神的。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为神来堵住这样的破口。那你说神的荣光降临有什么好处呢？哥林多后书3:18提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什么？主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里变成。哇，你看，如果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镜子反照一样，我们也同样就变成主的样式， glory more glory。 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每一次你来到教会的时候，神的荣光在这里彰显以后，你出去一样就不一样了，你就不用去韩国整容了，你每个礼拜来主日就好了。每个礼拜出去以后，哎，你的朋友说，嘿，怎么回事啊？你去哪里了？我也要去。你怎么变得这个皱纹都没有了？哇，你怎么这容光焕发了？哎，让我也去。这就是神荣耀彰显的时候，我们要变成主的样子。你愿意吗？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是神荣耶和华的荣光彰显的地方。有一群人愿意在这里寻求神，有一群人在这里愿意敬拜赞美我的神，有一群人在这里愿意成为代祷者，为这个世代来祷告，符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悦纳的时候，他的荣光就显明在我们当中。阿们阿们。当我们得到这样的荣光的时候，不是只说我们变得漂亮而已，而是我们能够出去
能够把这样的荣光遍满全地。拉丁文有一句话叫 Soli Deo Gloria， 就是唯独为上帝的荣耀， For the glory to God alone。 你知道底下这两个人是当时韩德尔巴哈，他们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当他们所做的每一个曲子的时候，他们都在后面会签上 SDG Soli Deo Gloria， 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只为了自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提到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的名。你等下吃包子的时候，你能够荣耀神吗？你去餐馆吃的时候，你能够写上 SDG 吗？你在做事的时候，你能够说会荣耀神而行吗？求神帮助你。是的，当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可是神又借着哈巴谷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的荣耀要再一次遍满这地。神定义会实现他的话语，让他现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教会先把他的荣耀让来看见，让我们来渴慕神的降临。我们请敬拜团到台前来。他们这一次就真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愿意来摆上，我们愿意敬拜神，让神的荣耀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立。Some of them
讲，在这时候我要来呼召两种人，一个是敬拜赞美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参加失败，不管你是参加敬拜团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再次委身，或是你愿意说神啊，你把敬拜赞美的恩膏恩典赐给我的时候，我更挑战这些已经参加敬拜团的，你愿意说为了敬拜赞美，给神给恩膏，能够创作出新的曲子，来创造，能带领更多来教会进入敬拜赞美。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起手来，神看见，神在呼召，寻找那用心灵诚实的敬拜的，神在要寻找这样的人。我们相信神要为按照我们的回应来回答我们。感谢赞美主，好，请放下。第二个，神也在呼召那代祷者，你愿意站在这样的破口来祷告，真的是要愿意为神的。你要每天看新闻，不只是看花边新闻，而是要看这个世代到底如何怎么样与你神，你更要来读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你愿意在这里特别愿意为下一代，为我们这个世代来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愿意参加，你也举起手来，愿意成为这样的代祷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你就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身边的尾声。主啊，真的是我们有这一群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来为这个时代的代求，在这里为这个我们要现在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就求你的荣光充满这地。哈利路亚，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主啊，赞美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再一起唱。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充满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让我们的每一个人，你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每一个家庭，我们的纽约丰收灵粮堂将是一个扭转世代的教会，将是一个为这个世代堵住破口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让你的荣耀降临在这里，让你的荣耀让我们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或走出去的时候，让众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你荣耀的彰显。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为你的荣耀降临，我们向你渴求。我们知道你说凡求的人就必得着，这是你的应许，让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来给你求，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